像宪哥吗？我想知道。很像宪哥？没有啦。哦，看一下，手机拿出来看。不行啊，不能给你们，不行啊。但长得很跟我先生一模一样。哇，那你们对他评价这么高？我怎么了？我不好是不是？我比宪哥好。哦，对对。可是你们都说我像宪哥啊。我说你不像啊，你像吗？不像啊。你为什么要客气？像一个浪漫七夕。慢慢的登高一呼，那 X 光不是 X 光超音波的时候，那时候那个妇产科医生就开玩笑说，哦，确定是弟弟哦，有照到他的这个 JJ 哦，这样，然后我就说，哦，有照到他的 JJ， 然后果然生出来之后就说表现优异，然后他就很容易漏尿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孩子啊，妈妈相当担心啊，不想再洗床单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后来就真的试了好多品牌，然后终于吃到邦宝适，他才不会漏出来。像宪哥吗？我想知道。像宪哥？没有啦。哦，看一下，手机拿出来看。不行啊，不能给你们，不行啊。但长得很跟我先生一模一样。哇，那你们对他评价怎么样？我怎么了？我不好是不是？我比宪哥好。哦，对对。可是你们都说我像宪哥啊。因为我跟王先在一起真的很久，然后也搞得。就是因为我们前面没有公开，所以我们其实甚至很多身边朋友都不知道我有男朋友，然后可能大家就在那边闲聊或什么，在节目上会说很帅或什么，也就是这样而已，就是并没有私底下任何接触他，真的完全没有。对，但他很棒，他很棒，他很帅，他做得很好，但就是我没有这种非分之想。